这两个节日必须在迪士尼度过。那我们今天呢来到这边就是来过 Halloween 的。我第一次在香港迪士尼过万圣节，然后首先一进入园区就看到这个超大的这个米奇南瓜，就已经让我情有独钟，一直在这边待了超久的。那等一下呢还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活动，我们首先第一个会先到美国大街看米奇的游行，那晚上呢还会有很多的表演哦，我们等一下继续往前走看看有什么吧。Beware the shadows and enjoy the rest of your evening here at Hong Kong Disney.